案是一名蔡姓妇人驾驶自小客车期间，发现车辆异常，便行驶至古山区玉成路的修车厂，请老板检修。蔡女则先行离去购物，随后老板发现车辆底盘窜出火苗，立即将车辆移至场外，避免波及他车。后车辆便起火燃烧，人手人员获报后，立即派员赶抵现场，交通管制。消防队人员到场，立即将火势扑灭。经检视，现场无人员受伤。